背景，然后他就慢慢的减去掉他的黑框眼镜、耳环啊，去掉了一些，就减一，然后最后到一个有所保留的状态。他的尺度就是完全没有大家之前传的那么疯狂哈，然后他还是有所保留的。Lisa 登现自己疯马秀，拘束 Rosé 捧场，中国粉丝爆料尺度其实还好。是的， BLACKPINK 成员 Lisa 的性感举世闻名，她突破自己更上层楼，28号起连续三天在巴黎参演大尺度限制级的疯马秀。其他成员拘束 Rosé 也从韩国特别飞来看队友表演，据悉连 Lisa 的绯闻对象 LV 三公子也到场力挺。粉丝透露，其实没有想象中的 low， 服装其实都很就是贴合里面的主题的，但是就唯一的差别就是别人都那个空的，但是它是有的。中间有一个是股市的那一块，就 crisis， 就可以看到它就是作为一个 business woman， 然后看到股市在疯狂下跌，是一个华尔街的背景，然后它就慢慢的减去掉他的黑框眼镜、耳环啊，去掉了一些，就减一，然后最后到一个有所保留的状态。同团姐妹拘束和 Rosé 看完 Lisa 的现场表演走出来，粉丝尖叫迎接。Lisa 解放自我后心情大好，还帮大家签名呢，怎么那么 nice？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，是欧巴桑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，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